上乐园，画给我们一张这个 DM， 就看了一下创新童趣亲子乐园，然后我们就想说现在小朋友进来看看吧。是由中国这边的华夏动漫集团和日本的 SEGA 集团共同合作的哟。我们的票在这里，两张票，门票呢是小朋友一个人100人民币，大人不用计费哦，所以我就花了200元，然后不限时间，中途可以出来吃饭。然后因为这个环球港真的非常的大，所以如果玩累了出来逛一逛吃东西也是可以的咯。我们要先去看看啦。再给我们200钥匙，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全部寄放在里面哦，很方便的。好，姐姐放进去。妈妈在玩什么？画家来找茬。找出不一样的哦，把猪啊，还有三个，还有嘞。啊，我的智商怎么这么低啊？这么明显没看到。我完了，我完了。还有呢，最后一个。对，爬到树屋，爬到树屋上面，再踩一个。看看能不能手抓到什么黄色的那个。黄色的，摸黄色的。还能上一个，宝宝，再往上上哦。不怕不怕，再上。再上一个，看看手抓，一个再上啊。对，好棒啊！这么刺激哦，这个。子宝，那里有树屋溜滑梯耶。棒棒啊！
溜滑梯，啾啾。啊，我已经套了，我卡住了。我们来做雪橇咯，好重，要自己搬。怎么下去啊？我找别条路好了。我刚才很厉害了，就丢到口子里面。好。好，换你喽。哎，前面轮子没放好。好，好，上来吧。哦。吃饱，你等弟弟坐好。来，旁坐。坐。好 ，Go。哦，我画的鲨鱼好了。来了，哇！爸爸，爸爸过来，要冲一下吧。好，来。走，
这边呢，旋转杯到了、哦，跟啊，一人做一个，我帮你们转。滴滴来，再一次，哈哈哈哈哈哈哈自保过来，过去看看。你自保过来。哦，啊！因为刺到没关系啊，不然。好，这里。走。是吧？你敢站在上面吗？站一下，快点！哦，站一下，两只脚，啊蹦！哦，可以跳吗？不可以吧？我就不进去了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坐。走。我坐你后面，坐前面好了。好，我先。哦，这里有个独木桥，我们走过去看看，好吧？留下我而已哦，知道。
知道啊。这个嘞，是吧？没有，下面有敲的。这个。下面拉这个，再一次，差一分，来。好，芝宝准备做好吃食物给我们吃哦，这是他的厨房。芝宝，你做了什么给我们吃？辣椒。辣椒哎，肚子会痛痛吧？这么辣。芝宝，这是你的围墙啊？这是我的房子。你的房子，好，你堆好吧。你在堆砖头，对不对？快点，你的墙要堆好了。我有点斜斜的哎，会不会掉出来啊？芝宝，我可以来参观你的房子吗？哦，这里好玩吗？好玩啊！你很厉害，我拼木头。有人？是幼儿园的门口吧？对呀。那俩有小朋友吗？你就是小朋友。我们要回家啦，拜拜！不要拍妈妈，拜拜。